猜歌了，可以，两个人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到第一题。哇，它是放慢的。哦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要，不要。答案是正确。可以唱一句吗？ 不要不要，红刚虾膏，不要不要，来鸡巴掌，好可怕，听到现场好几个开心。好，第二题，好，这是花栗鼠，啊，真的，我明白了，告五人的爱在夏天，哦，好厉害，好强哦，好厉害哦，主持人队怎么了？下一题。 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答对。太好了，这个完全听不出来。请唱一段，唱一段。我不明白，也不是要明白。你是个歌手哎。 好，让我们一下。好，让你们商量，慢一点。好，下一题。 是方念哥按到，哦，对不起，萧敬腾的，让我为你唱情歌。啊，对。让我对你真心。终于拿到一个，超不要脸，靠别人，好，下一题。 是你们的歌。五秒，AKB48，Team TP 的。什么？这个？刚刚有。大猩猩。哦，答对了。那可以帮我们唱一下吗？对啊。哦，男孩朝向这天边，就不停劝，不肯退，早决定不停歇。 耶，好有活力哦！真的，五号，哦，对，来，攻守交换，换 B 队了，准备好了哈。好，第一首，请。什么啊？红莲华。红莲华。只有歌。那得路，你有我心。耶。 好惨哦，我的妈呀！这一关也，我们输了，所以我们要接受惩罚。耶，惩罚时间！这边就是我们为你们精心准备的饮料，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个字，娱乐关键字跟一个滑板的图案，你们可以选择，然后会为你们揭晓里面的配方。你看，主持人的这个角色工作也被抢走了，对啊，我们什么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全世界我们一样。OK， 等下都在跳，最后一点尊严都没有了，没有尊严。我们要选吗？这几选？我记得我们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调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我们。哎，我选这一杯，思成说看起来很安全的，是那杯看起来很乐。OK，我刚也喝了，这边有姜黄粉与芥末加起来的微妙组合。姜黄跟芥末 OK吧？没关系，你熬过去了。好，换我。下一个，下一位，小安姐，我可以闻一下吗？好，小安姐。 小安姐，很香很香，我不行哎，这个好像香一点。哦，那个感觉很多咖啡，哦，这个可是好像有点重口味。你喜欢芥末吗？我不喜欢芥末。恭喜你，这是咖啡加芥末。你已经拿起来了，我已经拿了。这应该是我调的，只有两样而已。对对对，咖啡芥末。哎，你认识哎，芥末咖啡，芥末咖啡。
这两个是我最爱的元素。那我就，因为你们女生对这样子。哦，你要我以为你要两杯加起来喝。没有没有，看起来很浓郁哦。对，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啦。干杯！干杯！里面是你抹茶加咖啡。抹茶咖啡与柚子酱怎么样？好喝吗？抹茶咖啡与柚子酱可以。抹茶咖啡与柚子酱可以。好喝，为什么一起来？你选哪个？再玩一个，再玩一个，玩一个。哪一个？字字，挑战字，好不好？哦，对了，这个很厉害喽。哎，他是日本。哎，干杯了，干杯了。我跟你说，全部都在里面了。啊，对不起。这是不是我们调的？全部都加了。不是，它有全部的。对，这个芥末所有的柚子酱、抹茶、咖啡粉。要压轴的时候再做这件事，然后你让我们做啊！我的意思，他看起来，我的意思，只剩两杯，你都要，只剩两杯，他们两个成分是一模一样，你可以倒在一起喝。好，太好了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不用怕。你不用考虑了。这个里面有芥末、姜黄跟抹茶粉。哦，芥末。哇，怎么样？哎，好喝吗？哇，这比好好喝哦！哇，干掉，干掉，怎么样？可以干一杯，好酷！哇，哇，好棒，好棒！哦，还是你还在那？要续杯吗？因为其实我真的蛮喜欢瓦萨比的，只是我没有想到那么好喝哎。哦，那我告诉你，加了姜黄抹茶芥末，你回家可以再去。原来是这样，对，这是加辣坏舌头。也有可能辣坏了，对不对？辣坏掉了啦。还行了，还行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哇，好帅哦！哇，好的，刚刚一料都已经喝完了，然后前面已经有筛骰子筛到一嘛，那个一就是要破气球的那个数字，气球就是一颗气球，所以我们派宇宙靠你了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你们穿那么可爱，怎么可以做这么残忍的事情？可以的啦，不用怕。我们会轻轻的，我们会轻轻的，轻轻的。你看他们也很多人捂耳朵。姐姐不会怕的啦。小婷负责刺破的。好。好，请。小弟，我会记得你的。我爱你，我爱你的。哎。哦，好大声！这一刻好大声，吓到我，好大声。你还好吗？姐姐，没事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啊、你休息，休息。姐姐，好，下一集。哎，你想要这么大？最后是要再次宣传。我们第五张单曲已经发行了，那我们2月12、2月13会举行我们第五张单曲的纪念握手会，以及我们也会举办3周年纪念演唱会，在1月22、23。那详细情形都可以上官网查询。谢谢大家。耶，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今天的来宾。AKB48 TV，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娱乐关键字每周二四晚上9点，在 V6 号 AM 亚洲行动娱乐。小气球戳起来，订阅订起来，拜拜，我们下次见。拜拜。